聽到練習一個半小時嗎？每一天都練習兩個，每一天我們每一日，即係正常我們學生可能每日放學就可能有啲課外活動練習啦，通常一個禮拜都係練兩次嘅啫。但係佢哋係每一日啊，就算翻學、放學都好，之後或者放假佢哋都練習啊，點樣很努力啊？有沒有給自己一個目標？今次要達到什麼成績？屬於我們的榮譽。係啦，佢哋話啦啦隊啊係自己嘅理想啊，所以佢哋會盡力。同埋睇下分數啦，中國 TX 隊嘅分數係84分，84分，恭喜你啦！